好，Hello，你咋样？哦，谢谢哈库仔仔，Hello，送的奖，Hello 手套，Hello 影，Hello 小丽又一三推，Hello 落日，中午好，Hello 阿凯，Hello 手环，Hello 北极星，Hello 志伟，Hello 天天，Hello 建成。Hello Tomo，Hello 阿凯，中午好。Hello 北原神推，Hello 萌，Hello 喵，Hello 布，哎，哦，Jack，差点念成布丁粉。Hello Jack，Hello 修泽，Hello 启俊，Hello 玉祥，Hello 璇璇。谢谢耳机奖送的贵族玫瑰，谢谢，谢谢萌送的真情告白。谢谢萌送的好多好多的枫叶，Hello QQ，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Hello 乔达叔，Hello 新北小芋圆，嘿嘿 ，Hello Hello，中午好啊，中午好，Hello 跳跳虎，Hello Yuki，Hello Max 五，谢谢奇骏的我来签到，谢谢德全的真情告白，Hello 国树。谢谢 Jack 的枫叶，Hello Hello，今天在家，对，我今天在家，我昨天回去的。谢谢塔瓦，哎，Hello 塔瓦哥，谢谢龙骑士的仓鼠，这是什么？Hello Martin，同事吃饭就看画面，好哦，志伟。Hello Hello，吴梦，大家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明天台中演习，下午要上班，应该可以外出吧？我可是我才回来一天，我就要回去了。QQ，是不是沙沙的还好吗？有点沙沙的。Hello，嘿嘿，Hello，李梦，没听出来我声音沙沙的。QQ，好。我怕等一下可能有人没办法继续看，所以我就先跟大家说这个活动，只要截图就可以抽，就是周边吗？好像是。先给你们截图一下，Hello Hello 勇往直前，Hello 信文，我的手机就是在家，不知道手就是网络状态有没有比较好，应该比较好吧。等下开始吃午餐了，快点快点留言，留言截图哦。时间要到喽。时间到，等一下呢，差不多12:40的时候，我在，不，耶，赢了，勇哥我赢了，谢谢勇哥的石头剪刀布。等一下，在12:40左右的时候，我再举一次哈，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尽量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这个活动，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抽。你先继续看，放福利给你，然后我要吃午餐了。我会回来是因为阿嬷在家，所以我就回来了，很想念我的阿嬷。然后阿嬷做了干面给我吃，走路终于让阿嬷接，没关系，等一下还有机会，不然明天还有嘛，对不对？这个活动挺长的。然后我刚刚那个什么。比较晚开是因为我在找一个本子，因为这个本子放在家嘛，大家一定会很怀念这个什么塔绘本，我找超久的，被我收到里面去，所以说不定等下也可以来啊，吃饱之后啊分享一下，谢谢 AHUI 的看好你哦，很多人结完就逃跑 ，QQ，Hello 雅琪。没关系啦，
对，是他会本。Hello， 板桥核桃红豆面包，耶！哦，听了好饿啊，我要快点去吃我的干面。超开心的，今天吃干面。还在的打加一，有成功截完图，然后还在的打加一，那不在的打加二，也没办法打。你们都不在了，对不对 ？Hello， 姑尼。对啊，哇嘎毅力，哎、欸，国树，你真的打加二。Hello， 喜欢你。Hello，Hello， 老张。哎、欸，铝罐，铝罐变成布丁粉。之前没有前面那个名字，我觉得布丁的那个图好可爱、啊。哎、欸、，Hello 耳环，Hello，Hello， 中午好。Hello 卡丘，谢谢你的服装。Hello Andy， 谢谢你的枫叶。发到刘小晴那边去了，什么东西？山猪觉得很干面，这是什么东西啊 ？Kevin， 先给粉丝福利，当然，因为我要吃饭啊。米粉汤七七的，我今天吃很多哎、欸，因为阿妈煮的，阿妈给我香菇鸡汤，又给我干面，谢谢谢谢库里的心之冠，然后还有笋子，而且是一大盘笋子，我希望我吃得完。你的截图发到小晴的帖子，为什么发到他那边去了 ？Hello， 七七神队，刚吃饱要出去了，吃什么？阿嬷煮的，对，阿嬷就看到我就说，哦，你哪里吃散，专心哭，怎么都剩骨头这样？然后我就不了，然后很好笑的是，阿嬷就说，你有没有跟公司说你这样太瘦了不好看？超好笑，好啊卡丘，阿嬷就是这样，很大，其实不大，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它是浅盘，所以它其实没有很多。我就是不知道我要吃多久。Hello 叔叔，有一种瘦是阿嬷觉得你瘦，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一个图是，就是把哈士奇牵到阿嬷家。要请阿嬷照顾，回来之后变成一条热狗，小香肠，超可爱的。干面要变成一坨了，对啊，还没吃。谢谢明妙金鱼送的枫叶 ，Hello， 明妙金鱼 ，Hello， 艳红，颜红，有回来台中过吗？还没有，我打算下礼拜如果有放假的话就回去。谢谢叔叔的 kiss 啾啾。叔叔午安 ，Hello ZED 颜红 ，Hello， 谢谢你的看好你哦 ，Hello 小白，没有想说就是下礼拜如果连假的话我就回去这样，谢谢黑的看好你哟，法法台的罐头鱼，我还没去点过法法台的罐头鱼，量体重会不会被约谈？可能会哦，我这么觉得，而且你知道粽子，我阿妈包粽子超好吃，我觉得。肥肥到爆，古早味的干面，对呀，阿嬷的干面最好吃。阿嬷很会养。Hello 绿绿，我超想吃粽子，终于是要到了吃粽子的时候了，好开心。谢谢王子天的追踪 ，Hello 公大 ，Hello 子阳，雨林哪、啊、是阿嬷养的？雨林很瘦呢。谢谢金柚的 kiss 啾啾 ，Hello 金柚 ，Hello 小雨，中午好啊。好像很多香菜，没有到很多啦。不过阿潘应该不喜欢。可是我喜欢 ，Hello Jeff，Hello Sunny， 看到了国光的预告，那要记得去那个记得看哦，那集很好笑，超好笑。然后我们昨天就是前天上的外景节目也很好笑，我刚才悲伤就是，笑到嘴巴会酸哎。Hello 小马 ，Hello 羊毛露布 ，Hello 吉川 ，Hello 花生糖。对，他是有一连串的行程，不过刚好是在桃园，然后刚好阿嬷有来，然后爸爸就是从那个节目那边直接就是结束之后把我接回家，这样，
几号播出，他目前没有这么快会播出。我预计好像听说要到六月多，快要七月，我不知道，反正没有那么快。然后如果有播出的话，我会再提醒你们这样。谢谢 AHUI 雅，叫你雅好了。谢谢你的玫瑰，有扮丑吗？没有。因为那个，因为我们就是当来宾，所以比较没有太多，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的。对，外景都会比较久。谢谢 Ron 0808的，就是介绍。真好，刚好能回家。对呀、啊，超开心的。然后就是我们去一个点到另外一点的时候，就经过我家，想说，这是我家哎，好想下车哦。不行哦，在心里这样想，好想下车。然后主持群都很照顾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外景节目，就蛮紧张的，因为他们就比较资深嘛，就很怕自己跟不上话题什么之类的。健康步道我还好 ，Hello 慧香 ，Hello 吃不胖的慧香，健康步道我还好，其他不太 OK。Hello 尼哥，好久不见，不都要泳装？没有吧？你看的是什么节目？为什么都要泳装？坐在天台上，哦，我跟你讲，我超开心的，每趟一上去车上，啊，沙伟哥哎，那想想啊。曾经我也是拿了他的专辑，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孙茄子跟王少伟这两个是最喜欢的。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说：“你看这个是我哥哥。”这样小时候翻娃子就很开心。然后现在是坐在旁边的时候，我就这样，就是很挺。然后就是可能大家都在睡觉什么，我就不敢睡，我就这样坐超挺，连手机都不敢滑，然后这样一盯着前面，我说：“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超紧张的，超紧张，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不能动，我不能动，我不可以有任何的动作。谢谢一峰的补偿，迷妹真的，真的很紧张。好哦，无尾狐，你怎么了？为什么很危险？你这样很担心哎，你还好吗？真的是很紧张。你要想，如果是你的偶像住在你旁边，你敢不敢动啊？就是很紧张，你们上同一个节目哦，就不敢动，不敢动。然后少伟哥有时候会跟我讲话，我就很认真回答，我就没办法开玩笑，我就超认真回答了，然后介绍我们的团体，对，我们有33个人，对，然后一直在那边讲，啊，紧张，而且本人超瘦的，我觉得太瘦了。我觉得那个许梦泽就是梦泽哥，他本人超级帅，很帅。谢谢玉峰的补偿，真的很帅。那时候看的时候就哇，很帅呢。可是还是比较喜欢，对。可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就是茄子哥耶。哇嘎伊里 ，Hello。电视上你看，对啊，就是我觉得跟电视一模一样。然后少伟哥是我觉得他真的太瘦了，我觉得太瘦了。屋顶移到厕所状况不安全，很可怕哎。我觉得我的想象是你在那个飞檐走壁这样。Hello， 综合喵喵，帅不帅？帅啊！可是我觉得太瘦了，应该要再肉一点比较好看。在路上遇过孙茄子，好好哦。吃什么午餐？我吃干面跟笋子。谢谢玉峰的干杯。梦泽哥不止帅，还瘦。真的，我觉得少伟哥是有点太瘦了，不过还是很帅，就是那个哦，天王的那个气息受不了。然后纳豆哥人很好，我觉得就是他私底下也是那种很搞笑、很搞笑的那一种，就是整个车上很欢乐。还有立冬哥一直讲笑话，受不了。Hello， 明明。有肉吗？你说我的饭吗？有啊，我的笋子里面有肉，然后阿妈煮的香菇鸡汤，所以我不知道我吃不吃的完。你看，21，20，已经21分了，我的面才吃一口。
豪平怎么样？豪平就是豪平哥，他就是之前我们有在那个超级同学会遇过，然后他就很认真说：“哎，你们是那个 Team TV 对不对？你是谁谁谁，你是谁谁谁。”我就说：“哎，豪平哥，好久不见！”我说：“我记得你是那个变魔术的那个，就给我们看的、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人很好，而且他有努力在记我们。”然后立冬哥还就是有做功课，知道我们有几位成员，几位正式生，然后上一张的数位单曲名字叫《绿草地上的奇迹》，我就觉得好感动。然后说我们还有去那个国光，然后他说：“哎，我记得你有去国光宣传什么之类的。”我就很感动，那种备受照顾的感觉。对啊，我因为一直讲话，就想要跟你们讲话。啊，因为库明分是空白，真的假的？对，好尴尬、啊。叔叔好，Hello，Hello，Hello， 企鹅 ，Hello， 黑哥 ，Hello， 古早味。阿嬷是偶像杀手，孙女流太手，真的。谢谢企鹅送的好多的菖蒲。好哦，无尾狐，我们明天见。明天也是中午，然后礼拜天也有，所以不用急。Hello， 谢谢雨过天晴的分享，谢谢雅的蓝色音乐棒。对啊，然后丰田还说，丰田哥，然后他看到我就说：“哎，你上次有来雨百，就是整人的那一集。”他就说：“你有哭吗？”我说：“有哭。”不过那时候。是绑马尾，然后弄那个，就是跟我那个的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像那个前天节目感觉不一样。说他以为我是十，就是以为我是阿 K 这样，可能是颜色吧，头发颜色，因为那时候头发颜色比较浅，现在颜色比较深。他说你是弹钢琴那个对不对？我说不是，我是前面唱歌。我说哦，这样，我说我染头发，所以比较不一样。没有啦 ，Lingo， 那个是小晴，小晴模仿才好笑。Hello CYC， 根本不凶，不是金佑，当时的那个叫空气很凝结，然后我唱了超多次，然后第一次唱得很好，想说 Yes Yes， 应该可以过 Yes， 好开心。然后经纪人姐姐旁边让比。赞哦，不紧张赞，然后就 OK， 好，上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要崩溃，我就怎么办？我越唱越不好，这样。Hello 小五哥，对，最怕空气突然安静。Hello 王小六，乌尾狐拜拜，上课加油，多一点综艺来人啊！对啊，想要去上那种玩游戏的节目，很好玩。谢谢汪小六的 kiss 啾啾，谢谢坏香的玫瑰。嗯，我觉得突然间有种，开始真的觉得好像自己是那种在线的艺人的感觉，因为平常就是有种哦，这些人就是我平常都遇不到，可能。打开电视才会看到那种，然后现在突然就是觉得，哎，他们住在我旁边，哎，现在是要录同一个节目，那种好不真实的感觉哦。因为平常我也是素人嘛，对不对？我们也是从素人慢慢起来，所以突然觉得这种，好像真的在改变的感觉。对啊，对啊，对啊。跪求玩很大，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想去。哼哼。没有，就突然觉得好像真的已经在这个工作上了，因为之前节目没有接了这么多，然后突然觉得哇，开始有那种跑通告的感觉了，就那种很好玩。20分钟一口，我努力吃完，等我。
Hello 嘟嘟 ，Hello 小翔。不一定啊，通告也是要看那里，发给有没有那个发给我们通告，再加上需要几个人，然后可能再问节目组说，这几个人好不好？然后节目组去挑，所以好像也并不是都由我们公司做决定吧，有点复杂，我觉得。Hello， 我真的很讨厌名字取得很长。Hello， 你好。Hello， 浪客是146496。Hello， 天使。Hello， 托尼。Hello， 王美。真的很复杂，对啊，所以就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然后，因为那个。三国志不是每次都会有很常会有来宾吗？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人很多，我们可以每次都不同人呢、哦，你们可以有好几集都是有我们在。我就说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来这样，真的很好玩，而且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做游戏。就是虽然就是。你也知道三国志它是搞笑的成分比较多，但是大家也是蛮认真在玩游戏的，就是玩得很真实这样。TTP 特辑巨星的衣服，对啊，我们是穿巨星，真的不缺来宾，我们人太多了，真的。Hello， 耳机喵喵，对，学生成员比较辛苦，可能就要请假。谢谢花生糖的菖蒲。下午好啊，田中豆粒王，我还没吃完哎、欸，我等一下直播完我还没吃完，我阿妈说，看这久，那还拢无吃完，拢冷去啊，你还就这样，我知道哦，我知道他们开始招二局了。而且三国志是真的发钱哎、欸，是真的拿钱，在你面前数钞票这样啪啪啪啪，我就，可是我是一个你知道，我是一个非洲系的人，我很非洲系，所以你知道，那就我就没有什么了，不过我们遇到很欧的前辈。演习完毕了吗？你说万安演习吗？我们万安演习完毕啦。Hello， 阿如。没有上希望教主林一佩，那也不错。cosplay， 我很想抽 cosplay， 可是我没有 cos 到，超难过的。我也很肥洲啊。Hello，Hello 小天，午安啊，阿如。交公积金，可是。可是我没有抽到啊，没关系没关系，之后如果还有机会上节目，我希望把我的欧气拿出来。叫公司找手游广告牌，我也想要手游广告哎。我这么爱玩游戏，绿绿拜拜。Mina 应该可以 ，Mina 她讲话就是会很引人注目这样，而且我感觉会被欺负，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女生会被欺负。BELSON， Hello 阿森，大家午餐吃什么呢？好哦，我跟直升机拍照，好帅哦！好好，跟直升机拍照。卡丘回来了 ，Hello 卡丘 ，Hello 仔仔。吃面线，我也想吃面线。
可是我很喜欢吃就是面类的东西，吃牛排汉汉你也吃得太好了吧，从头到尾被欺负，我也这么觉得。可是你知道他们很比较保护那个女来宾嘛，所以就比较不会去欺负她，会给很多镜头。面类最高，真的落日一笑。Hello， 小肥鸟，想要吃面，真的吗？我很喜欢吃面。我没有卖萌，人家煮鸡肉吃。为什么是你在健身吗？所以煮鸡肉吗？嗯，女生开直升机，好帅哦。我觉得就是什么开赛车的女生啊，或者是女机长啊什么，都觉得超帅。你们要不要来一口阿嬷牌的干面？喂你们吃，好吃吗？好吃，好。阿嬷牌的干面，可是阿如，我记得你不胖啊，为什么要减肥？你不胖啊？望梅止渴，我好喜欢梅子哦。话题差了。Hello， 明明。为什么要减肥啊？你们？我觉得不用当偶像或什么的话，我就会不减肥了呢。我真的直接不减肥了，我跟你讲。你们看我退休之后，就会总回我甄选的时候了吧？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真的吃很少，我才能到这样的体重。然后我之前就是在甄选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减肥的，所以那时候是正常的体重，大概比现在胖个5公斤左右吧。5公斤，差不多5公斤。Hello Suki， 也算瘦了哦。那是我觉得那是正常的体型啊，我可能就直接胖回正常的体型，对，直接就是回溯这样，回溯。因为我之前真的很会吃，我是那种会饿到。受不了，然后半夜饿到受不了，会直接起身去 Seven 买一个国民便当的那种概念，就是我食量很大，很容易饿，然后我就会直接去买国民便当，超可怕的。没办法啊，没办法，因为上节目会被拉宽，要准备回去了。好哦，慧香。Hello， 怀怀。那是我再怎么吃都是原本的体型。Hello， 刀五，初次见面，买个茶叶蛋就好啦。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很想吃国民便当美，然后我就买啦。好吃，你体脂肪很高吗？我看你还好啊。Hello 啦啦，偶像吃国民便当可以。Hello 毛怪船长，等下一波截图时间，下一波截图时间是40分。今天热度竟然有上去，好神奇哦！真的阿 K， 真的，我每次都先瘦到脸，我超难过的。可以先吃5分钟午餐好。Hello Masa， 哎，建成，你可以边去健身房边看我直播。中午开的人不多吧？应该是，可是我平常都有到3，觉得很神奇。啊，我腿要麻了啊！
我对我来说不是好事、欸，因为我的脸太凹了，看起来就比较没有这么，可爱。还有拿5万热度吗？我不知道哎、欸，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哎、欸，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呐、啊？你们好像可以看固定什么人气跟浮动人气，你们看得到吗？我记得上面好像有一个什么按钮。有啦，面有减少，你看到上面原本是尖尖的，现在是那个。对、啊，而且我每次减肥都先减到脸，这样子很不好，就是脸会越来越瘦。Hello Kevin，Hello 哲理 ，Hello 志伟，谢谢你的干杯，谢谢 Kevin 的干杯。对啊，我的固定人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高，好像是就是你们如果等级高的话，我的固定人气等级也会高。Hello Rex， 然后加上我你们叫什么？我的粉丝团的那个等级高的话，固定人气也会高。然后剩下的浮动人气好像就是礼物吧，跟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喜欢圆脸，会饿到受不了吗？还好，我不知道，因为现在食量慢慢变小了，所以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会饿到半夜起来吃国民便当的程度。Hello， 超哥，晚上去打球，好哦。我平日都是中午开比较多，氪金太凶了，应该是，总人数吗？我记得好像可以看，可是我忘记要怎么看了。我看一下、啊，发言、联播、背包、全屏、热门，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看。我记得可以看在线人数，可是我不知道在哪了。不是，算了。在线人数，我上次有按到，可是我又没按到了，有点可惜。我们来开红包好了，听说红包没了，不是红包，阳光福袋，哎，好非洲哦，欧起来啊，欧起来，欧起来，我还有18个，听说要取消了，所以要现在先开一开。3000也太惨了吧！我这个可以就快9000。有人说小欧，有人说很飞，好难过。快让他冲到，让他冲到40。好，看来应该是不行。有吗？有吗？有冲到40的吗？我差一点，差一点。再开一个。好像不动嘞、欸，那个人气度。我哎，你看，其实我很欧洲吧，我超欧的，有没有很欧？趁现在跟大家介绍，大家好，我是 AK， 是那个浮动人气 ，Hello 西西。好了，快要40分了，送给大家一个福利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就是在我摆 pose 的时候截图加上。有留言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 Team TP 的夏日祭典的抽奖哦。详情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谢谢工大的粽子。谢谢北原神会的新之冠。好啦，时间到咯。谢谢小白的看好你哦。谢谢玉峰的 kiss 啾啾。谢谢工大的干杯。好，下一个截图的时间的时间是1:10。如果还没截图的话，就1:10吧，哈哈哈。等下我腿麻了，我要抬一下腿。哎呦，
谢谢人好的 ，love you， 水果冰。送礼物能增加截图难度。谢谢契尔的枫叶，有预告，对，预超没关系，一点十分还有，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气已经到40了，等一下就慢慢下去了，超难过，应该有截到吧？阿比，我不知道哎，你有截到吗？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一点十分还有机会。谢谢阿当的看好你哦，谢谢阿华的仓谱，谢谢人豪的人气选票，谢谢阿当的 kiss 啾啾，谢谢光大的干杯 ，Hello 九五熊 ，Hello 思思，有要截到自己的留言是吗？嗯，就是要在同一个画面吧，好像是，大家解释一下哈，我先吃个饭。现在都还没吃完一碗干面，我发现我家的灯光还蛮好的，看起来蛮漂亮的，宿舍比较多黄光，所以看起来没那么好看。接到 wink 已满足，嗯，不然我从宿舍搬回来好了。可这样回去上班很累。对啊，我在桃园。回宿舍，那今天有练习，所以就对，所以晚点就要回去了，会不会变超乱？那我就不知道了。天天，反正如果我搬回来的话，代表我应该不会再踏进去了。为什么听张豆丽玩？为什么很好笑？左边哭哭琴 ，Hello 林公子，睡过头了，没关系啊。可是机场捷运到我家比较不方便。啊，谢谢北恩神队的真情告白。有裸睡的习惯，我们应该不会有人有裸睡的习惯啦，我是这么觉得。公车，可是等公车的时间会比较不方便，因为其实等公车蛮久的，如果要从机场到我家的话，就是要一段时间，可能我就要花搭火车的两倍时间，这样就是搭机捷加搭公车的话，会花两倍时间。Hello Ben。Hello， 富士山。没人管理那些人，不会啊，因为七七很成熟，是吗？我觉得你的笑代表好像不是那意思哎。宿舍女帝，我哪是女帝？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对，机场比较偏，所以就比较没办法。Hello， 好好，刘小婷在。有人敢裸睡吗？应该不会有人裸睡了。谢谢思源的枫叶。Hello 陈，还要吃这盘笋子。我在想，我要不要？因为我家有那个桌游。然后我想说把桌游带回去，然后有如果礼拜六人要直播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桌游一边直播，感觉蛮好玩的。
可是直播，可是桌游的话，我们家只有阿瓦隆跟一个忘记是什么的，就是一个深水的那种，有要动脑、很动脑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还有另外一盒小小的，忘记是什么了。我看要选择带什么回去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直播都只有聊天什么的话，我觉得有点无聊。像假日，像上礼拜，太多人同一个时间撞到了，我觉得不如就是我们一起开直播，然后我们一起玩游戏。你们会觉得这样好吗？你们喜欢这样子吗？我先问一下，心脏币就很有趣。对啊，就是玩扑克牌这种简单的，也都可以。谢谢送的干杯，对不起，我没念名字。Hello 小易，可以，那我木桶叔叔，我家没有木桶叔叔，欢迎大家抖那个新的木桶叔叔给宿舍的朋友们玩。要看那个，我可能会先问过公司之后再说这样，然后先看看你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感觉。可能最多开两台吧。只要一个木桶出出去就好，不好意思。品涵真的是，我真的要说品涵真的很好笑。他不管拿到的是好人还是狼人，他先笑。他就是先一直笑，然后来打乱我们所有的游戏，然后让大家都以为他是狼人，先杀他，结果他是好人啊，那笑笑什么啊？可恶！结果好人就输了。谢谢龙骑士送的仓蒲 ，Hello 喵奇 ，Hello 企鹅。要看镜头要怎么加什么之类的，就比较困难。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克服这个方面的问题，反正。大家一定想看我玩游戏嘛，那个才好玩呢。谢谢龙骑士的仓蒲，笑得你发汗，真的是猪队友，哎，真的是。可是那场我是狼人，那时候我当了三场狼人，三场。因为我们绿草地约会的时候，我们中间前面有很长的时间嘛，因为我们在玩狼人，然后我就跟阿 K 坐同一个椅子，然后因为我就是。在讲那个狼人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不小心动了一下，所以之后呢，我想说不行，我每个都要动一下，我就一直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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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问问题说啊，好了没啊，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栗子查到阿 K 是好人，可是他已经被杀了，他晚上被杀了，所以他不能讲话，他就讲那个阿 K 什么，然后大家都以为哦，可能阿 K 是坏人，然后阿 K 就说不是，我真的是好人，那个第一次怎么狼人。请闭眼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雨晴动了一下，我就说：“阿 K， 你不能这样说我，你刚刚还踢我哎、欸，所以你不要那边误会我。”然后我在那边乱讲，然后阿 K 就输了。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其实我才是狼人，哈哈哈，超坏、欸，很会，很会装傻。然后小琴是每次都说自己是预言家，超好笑的。但其实我不太玩狼人杀，太边边了。对啊，对啊，他上次做的太边边了，就是会说，哎，所以你有没有玩啊？这样会不小心跳过。那很好笑啊。因为这个真的很难玩，就是你要看每个人的表情，然后要想他们说出了什么话。平安的笑点很低啊，跟法法一样会被自己的笑点绊倒的那种。其实小琴冒充的很不像，他上次说他是预言家，大家都笑、欸，超坏的，就是
骗得很不自然。Hello 笨虫，很好笑，很可爱，我觉得大家玩这个游戏很好玩，可是因为我不常玩。信呗，你为什么不相信小晴？很容易浮夸吧？不知道。可是 Mina 说，她每次都会相信小晴，她每次都会被小晴骗。我想说，明明都那么假了，你为什么会被她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品涵约会时没做说笑话，因为你们都想要听他说笑话啊，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笑话担当了。睡觉吗？天天。重一摔，所以绿草地那天的冷气，你们觉得特别冷，因为品涵一直讲笑话。Mina 说这世界没有坏人，他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天真可爱。Mina 真的很单纯。他真的会被骗你，我觉得他很危险。大家要努力教 Mina， 这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要分清楚是非啊。Hello 仙仔，社会是险恶的，真的阿凯要跟 Mina 说，不然他太危险了。善良的仓鼠，什么可以蓝电子？蓝电子。不知道哎，嘉阳怎么可以蓝电子？谢谢企鹅送的超普，红橙黄绿蓝电子。谢谢西西，谢谢，很可以哦。傻眼，为什么你们知道啊？为什么这么？为什么你们都猜得出来？是因为你们之前有听过吗？我说这是品涵讲的时候破梗的时候，是因为之前有听过吗？因为我很少听到那种冷笑话，所以我就觉得，到底是什么我都想不到。然后我的脑袋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品涵直接暴怒，真假的？那天有跟品涵 PK 笑话，那你讲了什么？那你有赢吗？中午好啊，乔山。哦，这个你在那个直播间说，哦，所以是品涵抄你的啊，嘻嘻，品涵坏坏，怎么抄你的？谢谢田中豆梨网的玫瑰 ，Hello 夜鱼，谢谢乔山的分享，大家午安啦。喜欢我的朋友可以按下追踪，也可以到我的 IGYU7.714 去追踪哦。我是 AKB48TP 的刘雨晴，喜欢我们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AKB48TP， 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跟 Facebook， 还有 IG， 上面都会有我们最新的资讯跟动态，详情都可以上面查询哦。Hello， 泽西，冷的赢还是好笑？应该是冷的赢吧，因为是冷笑话啊，所以叫冷的赢啊。如果是不冷的话，那就是笑话比赛了，对吧？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谢谢龙骑士的聚光灯下打call。
你也就是不想改掉名字上的枫叶。肥来了，欢迎你肥来。那瘦了之后怎么说？瘦来了。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西西很害羞哎、欸。之前那个约会，你拿扇子挡脸，真是的。谢谢乔山的仓土，为什么小明会被辣到 ？Hello 俊宏 ，Hello 喵，中午好。为什么？好饱哦，天啊！我不会包粽子。你叫企鹅的仓鼠可以拿，可是你一直挡住脸，我怎么看着你？可恶！我想好好的看着你呀、啊。要被走，要被走。Hello， 心若冰清。Hello， 丹丹。谢谢喵的 Love You。谢谢喵的星之冠。中午好。志伟变成今天只看七七的直播，欢迎回来，谢谢阿给送的干杯，谢谢雅送的人气选票。去旁听是吗？上大学也没有很少去旁听吧，因为他吃了很辣。等下这笑话很难哎，我看看。Hello 乔山。喜欢我的话，可以上 IG 去搜寻哦。因为他吃了很辣，但答案没那么简单，因为小明心狠手辣哦。好哦，心狠手辣的小明，嗯。突然被冷到，谢谢喵送的 Love You。大家打点点点这样，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Hello 宝贝 ，Hello 米加乐，空气安静了几秒，真的。谢谢喵的真情告白。谢谢龙骑士的眼睛夜障重，真的是眼睛夜障重啊！天哪，这个有点尴尬，这个笑话不是冷了，是尴尬了。因为是旁听做蠢事，教授都不能当你。太过分喽！谢谢喵的掌声鼓励。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 ？Hello， 健健，谢谢雅的 Love You。Hello， 小卷，怎么那么多人进来？是因为一点吗？好多人啊！快点把我的笋子吃完。一点十分放福利，我人很好吧？放福利都先跟你们说。布丁是大家玉，嗯，对，是身高，我记得是身高牌的。Hello，Hello， 皇帝 ，Aaron， 你们不能随便说知名粉丝国术坏话，为什么？姓伟为什么？现在七七的话，现在在健身房了，健身赞哦。哇，你叫那个萌哎、欸，我们这边也有萌。你们可以当朋友。国术现在是粉丝界的大大哦，你已经晋升为大大等级了，赞赞哦！乱讲。Hello 614，阿巧巧你好，就跟那个萌一样啊，就是突然变有名，造神运动，怕被围殴，为什么会被围殴？国术不好，又用小号进来装自闭，所以他小号到底是什么名字 ？Hello Jamie， 这个是大大的还是小的、啊？
Hello 奇月 ，Hello 小金，就是这样的。那他小的叫什么名字？你们都知道吗？账号太多了。国树跟我们是同事的，现在已经是知名主播了。嗯，有啊，我记得那个叫什么？嗯，在那个公益活动，流浪动物公益活动的时候，国树好像有开直播，对不对？你愿不愿意跟我说？跟我说说你的小号叫什么名字，我留意一下。因为你太有名了，大家都想要讨论你。我快要把这个笋子嗑完了，好饱了。谢谢我们的水果冰分享了直播间。小迪知道，那我不行知道吗？没配饭了，我是配干面啦，可是干面吃完了。嗯，叫做迪奇顶点国速转推吗？我一开始吃的是面啦，嘻嘻，现在才是吃笋子，你是有猜对。所以国树有自己的 T 恤了，好棒哦！你现在跟李萌一样有名了。下次就有国树的生写真了，不错不错。你们可以组一个男子团体耶。今天开到1:30。公大，你到底多喜欢做 T 恤啊？为什么有一堆 T 恤？很可爱呢。柔君生血会先出来，为什么？至少柠檬很专一。天天你讲这句话怎么有点怪怪的？好像在酸别人呢。我嗑完的笋子了，好饱，哦，饱的不行，有点咸。他们第一个粉丝，要不要当他们第一个粉丝吗？可以啊。我是你们的粉丝。哎，我的汤好像冷嘞，冷鸡汤，香菇鸡汤。嗯，嗯，冷掉了，嗯，冷掉了。Hello， 璇，我在吃饭。然后冷掉了哦，好吧。阿凯，你讲话很好笑哎，很可以哦。Hello 班长，有够饱超饱的。Hello baby， 我之前有煮鸡汤，然后给小晴喝，嗯。对啊，香菇超大坑的，超大坑。好、哦，你也有这个碗呢 ，A 通宽碗，有七七闹铃，什么七七闹铃？那是什么？
白色是凤梨吗？不是啊，那是鸡肉。花菇我不知道花菇是什么，因为我之前会煮一些什么鸡汤啊或甜汤之类的，现在比较少，现在太忙了，又有一点懒得煮，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要炖。你要炖的话，就是要一直在家里。可是可能我们只是上午有空而已，然后下午跟晚上都要去练习啊，或是有工作之类，就没办法。Hello， 逍遥。Hello， 傅文。我像高中生真的吗？可是我已经22岁啦。放电锅煮很快，可是我们没有那种大电锅，我们只有个小电锅，就是诗雨的电锅。哎，想到诗雨开播嘞。大家再见，我要去看诗雨直播。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因为没有大电锅啊，然后我都用锅子煮，慢慢炖这样，嘟嘟嘟嘟嘟嘟。为什么可以那么漂亮？灯光吧，因为今天在家里看起来神清气爽，皮肤红润，因为在家特别的幸せ。还没吃完，还没吃完。谢谢长毛的直播，这分享的、分享直播，全部带去看食欲。像17、18岁，傅文你很会讲话呀，害羞害羞，好吃开心。小火慢熬，对啊，慢慢焖。谢谢班长的玫瑰，他要去看食欲了，好吧。啊，郭叔再见，记得明天中午也要来哦。Hello 浩浩 ，Hello fans， 很美是怎么回事？因为就我回到家很开心啊，就会吃很多东西，看起来神气红润，你懂吗？开心。压力锅，压力锅应该蛮贵的吧？不知道哎，不管有几个人开，谢谢。对啊，回到家放松，就是有睡饱啊，然后就是一整个很轻松愉快哦，开心，超喜欢回家的。可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放假是放一天，然后那天是晚上才结束，然后隔天放假，然后隔天早上又有工作什么的话，就不会回家了，因为这样来来回回其实也挺麻烦的。Hello， 汉，傅文这不烫，因为刚刚他们讲了冷笑话，让我的汤都凉了。家里最温暖，真的。慧大刚刚推文说琪琪可爱，该 Q 出来吗？你现在已经在 Q 了啊。阿嬷的力量。谢谢傅文的这种阿嬷的力量，希望下礼拜能放假，这样我就可以回台中去看阿嬷咯。阿嬷很开心耶，她说如果她我来的话，早点跟她讲，她要去买菜。谢谢小丽又一神推的干杯。还撒好多东西给我吃，就是在阿嬷家是你根本就不用起身，会有各种食物在你面前，就是你吃完午餐哦，然后要不要吃水果，然后端出来，啊，阿嬷买这个梨子很好吃，拿出来，要不要吃水果再拿出来，然后因为很早煮，所以可能就是差不多5点的时候就吃晚餐，然后吃晚餐的时候要不要吃水果，要不要吃梨子，那个汤弄热你要不要喝，睡前要不要再喝一碗汤，哇，天哪。有种饿是阿嬷觉得你饿。哦，1点10分了，要截图了。谢谢提醒。好啦，来，我把头发整理整理啊，美美的。快快快截图！
谢谢别人纯粹的心之冠。好喽，时间要到喽，时间要到喽。半个爱心，变猴子了。好了，时间到，谢谢大家。好，明天中午直播一样，一开始会放个福利时间，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抽到。哎呦，国树回来了，好羡慕你，怎么了吗？哎，继续吃，哎，真的吃了一个半，量有点多，好饱啊。不要了，不要节奏崩炸。对啊，阿嬷都很疼孙女，阿嬷都疼孙子孙女，各种胖胖的。我在吃香菇鸡汤，崩涂生血，没有崩涂生血。啊，不要卡球，谢谢，卡球谢谢，你把那些都删掉。不要那个，不要拿出来吓大家，不行。怕我大家，我咬舌头，我怕我在大家的面前形象会崩坏，不可以不可以，我要保留我残存的形象跟气质。好难夹哦。掉下来了。雨喵第一天就上去抓谁放崩图。我是桃园人，就喜欢崩坏吗？崩图没有可以抽奖呢。才不会，放东图才不会被抽走。不要，台北桃园不会很远，对啊，蛮快的。炖牛肉，炖牛肉好吃。为什么？为什么崩图会比较？哪有这回事？我现在就要跟姐姐说，那个放崩图的哈，都不要让他们抽中。不准抽，资格删除。不可以放崩图，崩图不好看。是还是很喜欢，但是没有到特别喜欢，所以你还是喜欢好看一点的我，对吧？我才不会掐人嘞。Hello， 草莓酱，公司姐姐应该。不知道，他应该蛮多我们很丑的照片嘛，他可能想说怎么又长这个样子，这样怎么又不好看一点。截图可以参加，就是我把这口肉吃完，就是我们现在有个活动是在6月15号的 fan meeting， 然后我们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拿我刚刚拿那张夏日祭典的宣传图。如果你在下面留言，加上我举了这个宣传图的话，截图可以参加抽奖。抽奖呢，可能是抽我们的那个周边，然后上面会有我们的纸笔吧，好像是纸笔。对，我有点太多详细情节，我有点记不起来，都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AKB48TP 去做搜寻，然后如果你有截到图的话，可以上传上去，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没有，风图并不会增加中奖几率，所以大家也并不用就是上传风图之类的。嗯，开始那边乱讲，你们不要那边洗脑新来的啦。Hello， 黑哥 ，Hello， 木村拓哉，好饱哦，天哪！不是我吃东西的图片，抱歉让你误会了，是我好饱、哦，阿妈我吃不下喽，等阿妈就走过来说，要不要再喝一碗？然后我又会不争气的说好。等一下1:30就会就是会念排名，然后就会关了。好饱，超饱的。有阿妈就是不一样，真的饱到快吐出来。原本想说在家里直播，我就去楼下的早餐店买一点什么，或铁板面或者什么的。然后对，结果现在吃超饱。谁比较慢？思雨啊，不是还有竹笋？竹笋吃完了，不行了。对。对，阿妈就是喜欢煮给我们吃，所以我要努力多吃，减肥嘛。还有时间，再努力就好。Hello， 彩虹花，还有正正哥。对，等练习多跳一点。而且我昨天在家里，就是昨天没有事情嘛，所以在家里，然后自己练习，哦，大爆汗，因为昨天有点闷。然后我加上我练习，我们家有镜子的地方没有电风扇，然后我跳一下，整个大爆汗，直接跟品涵一样了，就是滴下来的那种，因为太真了嘛。Hello， 阿斗，不行了，好撑了，好想来杯茶哦，吃太饱。看你头像，你们是崩图 是吗？我看看。哦，这个这脸看起来也太瘦了吧！可恶！而且我不喜欢我的脸，就是会凹进去。哦，这边就是你像那个名画《呐喊》，这个凹进去。不好看，我希望我脸颊长点肉，就是把下面的肉拔上来那样，面包超人的概念，直接填补。鱼喵也是凹的，对啊，他跟我一样，都是瘦到脸，可是鱼喵是整个身体都很瘦啦，那没办法，只好吃胖点，不行，不好意思什么，还好那个没有太丑。Mina 怎么办？我觉得 Mina 很可爱啊。加熊吧，谢谢五本的仓谱。气质嘛，气质担当。我有时候就是不要放飞自我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气质的一个人。我放飞自我的时候就会整个坏掉，尤其是玩游戏的时候，玩游戏就坏了，直接坏掉。想要夹囊吗？可以藏东西，好像也不错。阿嬷等呢，阿嬷，我今麦食袂了，食袂完，食袂完。两个气质不一样，对啊，对，不要看到放飞的时候就 OK 了。坏掉也有趣，你们喜欢坏掉的吗？算放飞自我吗？那一秒有点放飞自我，之后我就有点收敛了，这样。强迫推销的时候也蛮有气质的，七七喜欢吗？喜欢被我强迫推销吗？你能留这一张吗？你可以啊，你可以自己留作纪念，但不要把它放出来。
脸颊藏馒头哦，我这边藏水果好了，我比较喜欢吃水果的，藏个葡萄或小番茄之类的。脸很瘦，对啊，我脸太瘦了。那这边就直接切掉，应该要长这样。这块不见了，这块不见了。Hello 一加一，看到宝宝版的紫红老师吗？哦，有看到了，看到了，哦，很不像紫红老师，他会想说这到底是谁？吓到我了。当名模的料不行，我这样当名模的话，我还算是太肉了。不行，我已经没有得吃了，我把汤喝完了，我现在超饱了，我快不行了，我不行了。饿的时候可以跟七七拿水果吃，从那边掏给你这样。来，苹果、西瓜，掏西瓜。多少人想瘦脸都瘦不下，可是我觉得最难受的是腿耶，腿真的很难受。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体质，可是能瘦到腿的人真的比较少。那就下次吃的时候直播，我明天也是中午直播，我应该也是会吃东西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中午的时候来看我，但是帮我截好看一点好吗？家电广告，那也不错啊。哎，国树回来啦，腿真的很难，对不对？真的，因为腿天天在活动，对啊，而且我们很容易都是那个怎么讲？因为要一直跳舞，然后会变成肌肉就更难受，就是如果它已经形成，已经结块，你知道吗？结块就很难把它弄掉，就不像脂肪一样，就是比较好消灭它，对，就比较困难。谢谢工大的枫叶 ，Hello 枫枫，安安啊，哦，你只是去隔壁而已 ，W 那句开始语哦，明天的菜单，没办法。明天的时候我就会在宿舍直播了。我也想要回来，但是没办法。还是我回家？不行，要练习。好哦，那我明天吃的时候再那个。平常吃饭都要吃十分钟，但看我吃饭就要一个小时才吃嘛，对不起。不然我们一起练习慢慢吃嘛，对不对？谢谢工大的枫叶，慢慢吃不错啊。慢慢吃，因为我平常真的是吃饭吃得很快的那种人，然后可是我可以透过直播慢慢吃，就比较不错。我看你直播一碗面吃了40分钟，对。可是我平常真的吃很快，真的。Hello， 宇轩不会特技。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明天吃什么我不知道，要看我明天煮什么，因为明天是自己煮。你说你越吃越少吗？开分身回来了，刚刚在录存档。你们都有自己的分身吗？不是我吃面，吃吃吃。我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要七七喂你才行。欸，要学那个飞机，飞机要进去哦，噗，这样，噗，这些都是给的仓库，几乎都用本号看，本账看。好想吃我做的东西，我做的东西不好吃呐。我想要去买南瓜，因为之前不是很常吃南瓜泥嘛，然后现在就没有再吃，就很想吃南瓜。不过因为。宿舍附近有两个超市，都有点远，但是就是比较近的超市，24小时的超市它没有卖南瓜，可是就是时间比较短的那个超市就有卖南瓜，可是我回去的时候都超过时间了。好年轻，很有活力，真的吗？谢谢夸奖，一定几率加节目，哪有阿凯？心智年龄瞬间降到20岁，煮南瓜汤，不会，我就是南瓜泥吧，
南瓜炸虾，可爱吗？可爱吗？那个其实啊，不是那个，不是啦。谢谢宇轩不会特辑追踪我 ，Hello T O M Hello 白素，不可以托别人买，不然我帮你买。嗯，南瓜很耐放，对啊。可是因为我想要买的是已经削好皮的，就是它已经处理好。因为我之前是整颗，然后我光杀那颗南瓜，我就已经杀了20分钟，就是你这样子，然后因为它卡在刀子上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好整颗拿起来这样拱，敲那个那个琉璃台是这样讲嘛，嘣嘣嘣嘣，超难用。超难用，南瓜真的超难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Hello forever， 看起来是炸物，但其实是南瓜泥跟甜椒。对啊，你是谁？谢谢阿给给我的勇气，很可以哦。哎、欸，南瓜真的很难切，真的超难切的。不是它的皮很厚啊，真的。你们有切过南瓜吗？真的是超难切的。会坐南瓜车吗？应该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公主，可以坐南瓜车吧。希望有王子可以接我下车。呜，每个人都有公主梦啊！我买了一件 T 恤，那上面有超多迪士尼的公主。他说我这件 T 恤的角色你有看过？你们有看过吗？这个，这是乱码1/2吧？是吗？是吗？是吧？不是吗？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这件超可爱的，是在那个 Uniqlo 买的，嗯，很可爱。他最近出了超多可爱的 T 恤，这次的我觉得都很可以。南瓜炒米粉啊，南瓜我比较，炒米粉我加炒米粉我觉得还好，南瓜就是要南瓜汤啊。然后南瓜泥啊什么之类，炸南瓜啊，炒米粉是分开的。我就是切下去都慢慢敲啊。乱码是那个啊，就是一个很久以前的卡通，日本的卡通叫乱码1/2。然后最近他跟 Uniqlo 出了一件 T 恤，我觉得很可爱，它整个配色很可爱，然后是个那个漫画的感觉。不过呢，因为我看不懂日文嘛，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上面在演什么。不过我觉得很可爱，对，会变来变去。我还蛮喜欢看乱被迷掉，穿什么都可爱，真的吗？谢谢小丽又与神菜分享直播，谢谢卤蛋的追踪。先蒸再切，可是它很大颗哎，我没办法直接拿去蒸。重一点的刀比较好切，我已经拿那个就是方形的那一种了。下个月出 Pokemon 的哦，他这次有那个迪士尼系列，就是有公主跟米奇的，然后还有出大嘴鸟的那个，它是一个小口袋，然后它是那个之前你的大嘴鸟的那个饼干吧，就是饼干的盒子的那种形状，我觉得超可爱。原本想说要买那件，可是我想说二选一好了，我还是买了这件了。然后还有不二家的那个图，我是公主，真的吗？谢谢。大菜刀可以考虑加小木锤，我没有这个东西耶，整颗丢电锅。可是整颗丢的话，这样子保存会比较难保存吧？吃东西吞下去再讲话比较好，不然吞空气怕胀气。我之前就是我算一个很容易胀气的人。就是我只要吃什么，燕麦，我上次吃燕麦，结果直接死在床上动不了，就怎么办？我真的觉得好痛，然后超难过的，然后我就死在床上动不了。加上我还上次吃的喝牛奶，然后配就是豆腐吧，然后我就直接痛到即将死亡的等级，然后还走去公司这样。就是还要去公司上课，这样我就我快不行了，然后还一直按这边，因为听说按这边可以让胃比较舒服，我就狂按，然后隔天淤青，那不是吃坏肚子，是就是胃胀气这样，因为很容易胃胀气，相较于平常人，对，那时候我就有吃胃散，可是那个
这什么、啊、功效没那么快。Hello Mollys， Hello， 我要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我们来拼，我们来念排行，排行排行排行，排爱行，排爱行。好，第十名是北原生推，谢谢。第九名是玉峰，谢谢。第八名是喵，谢谢。第七名是萌，谢谢。第六名是企鹅，谢谢。第五名是勇哥，谢谢。第四名是小白，谢谢。第三名是小潘，谢谢。小潘第一次看到哎。第二名是龙骑士，谢谢。第一名是公大，谢谢。我来看看小潘，小潘的照片是诗雨的样子，是吗？点不进去，可恶！我点进去了，应该是诗雨吧？是诗雨的 fans， 他应该去看诗雨了。对，很久以前的那个卡通，很久很久以前了。拍即位广告是这样吗？因为我很容易胃痛，所以我去拍那个广告。谢谢你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你们哦。噔噔噔噔噔 ，Hello 赵旭，可以哟。然后我明天直播的时间一样是在中午12点的时候。那如果喜欢我的话，可以按一下追踪的部分。对，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谢谢小霸王的枫叶。幸好我还在这边，不然耳朵会痒痒的。不会啦，求卫闪带点机会。你说卫闪吗？不要吧，不要吧。想打淤青，结果一直出现淤青，现在已经变成淤青了。什么时候会到大陆演出吗？嗯，不一定呢。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很想去，就是因为那边有 TSH， 我希望我们可以合作，然后表演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蛮好玩的。追踪的部分，明天应该也可以到。好哦，建成，那你健身要加油哦。好啦，那明天中午12点，我们12点见。然后我应该也开一个半小时，对，因为我把下周的时间拉到这一周来，对，这周会开的比较久一点。那我们明天中午12点见喽！喜欢我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 AKB48TP， 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也可以搜寻到我们的 IG。我的个人 IG 是 YU7.714。最近我们有在售票6月15号的 Fan Meeting 的夏日祭典的活动，那边会有游戏摊位以及表演活动的部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上网搜寻预购哦。我们明天见，拜拜。Bye-bye.